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14集，今天给大家分享 Steel Series Gen Edition 第九款的 Ratchet 飞轮救护车。那这个 Voyage Class 的玩具一关的话呢，我认为是这个系列目前为止吧，综合来说应该是分数最高的。它有三个比较大的亮点，我讲第一个就是它的武器的部分，这一次的武器。装置在手上的时候呢，这个轮胎在手臂上的轮胎不影响，它居然可以做一个移动，非常非常的生动。再来，它的武器本身上面还多了一个螺旋可以旋转的这个装置，这个是应该是一把医护用的一个枪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很像电影第四集里头这个 Rock Down 呢，把飞轮一宽的这个胸口里头的火种源拔出来的那个装置啊，非常的像。它在拔下来之后的话呢，可以完美的呢透过后面这个凸扣在人物的腰身的背后，拔下来的手臂呢可以完美的收纳在它的背包里头，也是透过这个凸呢把它组合在后面啊。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加分点啊。而它的手臂呢，在把它组合回去以后，原本先前的几款呢武器都不能够跟手臂呢共同存在，而这一次呢则是可以完整的将它握持在手上。那斧头的话比较没有什么好说啊，就是造型蛮酷炫的，有一个像是发红能量在闪烁的一个涂装，那透过这个拔叉的话呢，就可以平稳的握在手上。第二个亮点则是它胸口的这个派系标志呢，是可以再往上面推进去，把它给隐藏起来的。这个的话呢，是在变形成车辆的时候呢，说明书要求我们把它隐藏起来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卖点。至于什么理由，待会变成载具的时候呢，就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游戏我本身没有玩，但是这个飞轮一关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像是这种龙与地下城里头的那种重装的那种僧侣，就是你可以补血，但是你身上又可以披着重量型的甲胄，既能够肉搏战呢，又能够帮同伴恢复体力的那种感觉，而且它是白色的啊，非常非常的有那种神殿骑士的感觉。那这一次呢，它身上零件最特殊的是它的一个肩甲的部分，可以往上面挑起来，可以让手臂的能够往上面啊抬到更高。那这里的话呢，还多了一处的关节，从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个板子呢给折进去。我不是很清楚说它这一块的具体的功能是怎么样了。你是要让这个，因为你抬起来的话，好像也是可以直接抬起来。那你说把它折进去之后再抬起来吗？你是想要维持这个造型的完整吗？这个我个人就不是很清楚，因为这块部件在变形的时候呢，好像它也没有去折到了啊，在造型上会影响把玩的，就是它的一个小腿的，你看这个粗度非常的粗，导致它的两腿的话呢，一定是要外八来站，你内部的话呢，稍微一碰啊就去卡住了，脚掌前后不能动啊，这一带是卡死，它能够内外翻，但是它不能够在前后动。导致于说这个人物其实在站立的时候呢，在蛮多的时候呢，实际上去把玩了，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物的站立上会去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尴尬就是了。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一同来看它的细节。面部的话呢，虽然头雕做得好看，不过我自己觉得它是在红色的塑胶上面去上白色的漆，所以感觉质感，我认为这个面雕我觉得只能算是勉强及格啊，因为这个白色的这个漆面我觉得稍微弱了一点点。手臂的这个平举没有问题，他的手啊这样转内外的话两侧都可以放下来，但是呢应该是要以这一面朝前啊，应该是没错的。外摆内收可以动的，手肘也可以弯90度，全都可以转。虽然从侧边来看好像是门板手啊，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转360度的啊，那感觉现在好像是变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感觉，是不是这样揍人比较痛啊？我一直说这是一个战斗衣冠是吧？然后呢，这个腰部可以翻转180度，变形的时候呢会需要用到脚前踢、脚后踢，后踢的话呢就会稍微的去被背包影响到，而且是被小腿影响，你就知道这小腿到底有多大了啊！膝盖90度啊，脚踝呢有一个往内掰。那身上的话呢，各位也可以看到了啊，并没有使用球形的关节啊，所以说这款玩具在把玩的时候呢，其实手感大小尺寸各方面来说呢，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那我们来进行这款一关的变形过程，其实是有一点点的挑战性的哦。我们把这个背包给打开之后，两侧翻开，
然后呢把这个整个人物的头呢往前面推下来到这边。那在它的一个肩甲的部分呢，我们注意到我们把它的肩甲的话呢给转到这个方向啊，这样子转下去，记得把这个心电图转到人物的背后去啊，这样子过来到这边啊。如果从这边给各位看一下，就是在这里啊，人头在这边啊，这个是转到正下方。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原本人物的肚子的部分呢给藏到这里啊。是的，这个肩甲呢就是要把这个空间腾出来给它藏肚子用的了啊。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以防万一，先把腰部呢翻转180度，这个外摆内收的话呢也翻转180度。还有一个地方我差点就忘记了，就是这个在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这个派系的标志要把它隐藏起来。好，那我们这个下半身什么都先已经变得差不多，我们接下来把上面这个地方，你这里的话是把它给抬起来放进去，放进去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凸，这个凸呢就要是去扣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个凹槽，这里记得把它扣进去。扣进去之前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地方，这里红色的这个部件这里翻折一下，折下来。好，接下来就怎么样呢？把它给塞进去，塞到这里。塞进去的话呢，这个地方就会刚好卡进去啊。来，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这里的话呢，第一次变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练习一下，因为它这里的它都是有一个微微弯曲的角度。扣下去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这个缝啊就会刚好会去卡上去，然后侧边这里不是有一个白色的凸吗，跟手臂的这个凹槽把它给扣进去。这里的变形是真的是需要练习一下啊、哦！你也可以先把这个地方，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先把它折进来没有关系，然后再整个手臂抬进来，记得把这个洞要对准这个凸，那推进去的时候就得要斜一个角度进来，那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凹槽这样子，你硬把它给扣进去就对了。好，它因为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角度了，你可以顺势把它给滑进去，它就会刚好卡到，好，就卡进去了。然后侧边这个地方一样把它扣进去。那你要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可能影响不大了，但是还是你要跟各位提一下。你看到没有？这边这个手臂这里有个凸啊，因为它可以这只手可以拔下来扣在身体的后面，所以它多了一块凸在后面。那它的手臂就是这样子完整的收纳了。那我们刚这个背包在这里嘛，就是这边过来把它给盖下去，它是有组合卡扣的这个车子的一个头部，然后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腰部翻转180度，外摆内收也翻转180度了，接下来就把这个地方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一片部件往前翻，那这个部件里头翻出来，它里头有两层的东西，一层往后放，一层往前放，这边好，先到这里就好。这里的话呢，这里可以你先把它给这里有一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那好，先到这边就好。另外一侧我们也先把它给变完，在这一侧打开，里头的东西翻出来，然后一片往后，一片往前。往前的这一片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先把它给这个在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扣进去啊。另外一侧一样啊，都先把它扣进去。好了，到这里之后怎么做呢？这两片物件先不管它，从这个地方一样把它折起来，往前面放上去。然后呢，到这里躲过它，过来到这里准备做一个合并啦。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这个下方这里，我们就从上方给各位看一下。好，就这样子包覆过来。那这里之后转到这里之后啊，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呢要去做一个组合了啊，很多地方。首先在车子的尾巴，我认为车子的尾巴这里先把它给扣好，然后这里要记得，我刚这边不是在脚变形的时候我就先把它卡进去了，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卡进去，这个时候再来合它会很痛苦。那中间这里一样合并，那原本这个是脚的一个筋部的地方，这个时候就会到车子的底盘，两处合并之后扣下去的时候呢，它的一个这个侧边这里还有个凸，两边都有凸啊，会再跟这里去做一个组合，这边啊，所以它的卡扣真的很多。底盘都扣好之后的话呢，侧边也应该就会差不多了，这里调整一下。那最后就这个顶盖这两侧的话呢，它有多了这个可以转动的一个关节给我们啊，所以降低了一个变形的一个难度。那就这样把它给扣进去啊，就是最后这个密合要检查的位置还是比较多的啊，然后最后这个上方这里扣一扣，那整个地方侧边这里把它捏合一下。好了，那这个
扣进去啊，捏好捏好，然后这个是斜肩的位置了，那因为我已经把它推上来了。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款 Wolf Cybertron 这个电玩游戏里头的这个 Ratchet 的一个从机器人到车辆的一个变形过程了。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载具形态，首先的话呢，我先把它的武器呢全部都给外挂上去了，后面的这个武器的话呢扣在这里，本身其实是非常不协调的。上方的这个斧头放在上面的话呢，我一开始觉得非常的不伦不类，但是想一想好像好吧，就当成它是有一个冲锋用的往前这个攻击的武器吧。这个从斧头变成长矛了啊，你也是一个两变的武器嘛啊，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些配件的话呢给拿下来，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有没有发现它这一次的滚动性呢好到非常的舒服啊，久违的铆钉又出现了，真的有打铆钉的玩具推起来就特别的舒服。那我们刚刚再给各位稍微简单的解说一下它的手部的变形进来的手的一个转动的关节是比较多的了啊，手部这个地方的翻折，还有这两个卡扣的一个结合，那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就是整个车子的结构呢会非常非常的完整，腿部的变形也相对的精妙了啊。这么大的一个车尾巴的话呢，就是原本那个厚实的很厚但是有点空洞的小腿去组成的，从侧边来看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它里头是还是有一些比较空的一个地方的。那整个玩具的话呢没有透明的部件啊，这个标志的部分呢在车形态下呢，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了，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把它隐藏掉。我真的觉得这个有用心到，因为这里如果还有一个派系标志的话就非常的一大一小的 Autobot 标志同时出现，其实是很碍眼的了啊。那侧方这里一样，这个有一心电图的这个 mark 在这里。整体来说它除了自身的设计质感做工都相当的不错之外，还修正了以前不能够自己手持武器，甚至拔下来的手呢你没有办法很好的收纳在玩具的身上，这一次的话呢真是把以前我所不喜欢的点呢一次做了一个完整的修正，所以我对这个玩具的分数呢是打得非常高的。如果各位你行有余力的话吧，我觉得这个玩具你确实可以带回家，它应该是官方近期 Void Class 的玩具呢算是蛮有代表性的了。那今天的话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